就是拼了一条命，也替你死去的娘教训你。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！你快赶紧给我捞起来，快点救人，快点，快了快了。韩淑仪，你个小贱人。来，小姐，小姐，来，把手给我，来来来，把手给我，来，小姐，抓住，慢点慢点，来，仔细点啊，来，过去。这是怎么了？来拉我一把。你给我闭嘴！天地良心，真的是他先动手的。活该！你为什么骂人父母？淑颖他父母早已经去世了啊！你张口骂人家先人，要是换做我，我早打你半死了。爹，你偏心，你现在就偏向他，他还没进门呢，将来还不得威风到天上去了？那这个家还有我跟家栋的位置吗？你知道外边的人都怎么说你的吗？外边的人说你老牛吃嫩草，晚节不保。胡说！爹，别。因为我答应过你娘不打你，我一直在忍着。我觉得你闹腾一半天的，总会有安静的时候。可是你越来越闹得无法无天。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儿我不知道吗？你告诉我，路上劫匪的事儿是不是你雇的啊？对，就是我雇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不想让他进我们家门。闭嘴！这个家还不需要你做主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你老爹的新媳妇儿，那是我们谢家的女主人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们谢家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一个女主人，搞得上无家法下无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规矩就要立，谁要是不服就给我滚蛋。都给我站好了，给新太太请安。给新太太请安。给新太太请安。你嘟囔什么啊？还有你，给你小妈请安。他也配？家有家规，长幼有序，听见了没有？那你打死我吧。我替爹爹叫小妈，小妈。若雪，你以为爹治不了你是不是？那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。你不是不叫吗？啊，那你就给我跪下！什么时候身上的衣服晒干了，你才能给我起来？说，叫，还是跪？好啊，好。你不给你爹一点面子，你也不会得到你爹的一点面子。你就在这跪着吧，你就在这给我跪着。夫人，回去休息吧。其实没有必要这样。我不要你冒昏耗子假慈悲，本小姐喜欢跪就是喜欢跪，怎么样？你不用管他，就是因为跪的太少了。大伙儿都散了吧，啊，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去，打盆水来，给夫人洗脸。是。其实这事儿怨我，刚才是我先动的手。不关你的事，
我的女儿我了解，就是缺人管教。为救李郎离家园，睡了黄榜中状元。中状元着红袍，帽插宫花好呀，啊好新鲜呐！听见了吗？他这是跟我叫板呢。你别罚他了，越罚他只会越恨我。他敢？再不管，他将来还不把房顶给我掀了。你换身衣服，好好的休息，我去矿上看看。照顾好夫人。是。你退下吧，我自己换衣服就好。是，太太。姐，去向爹认个错吧。我不，你先去坐会儿吧，别在这陪我了。不，我要陪着你。嗯，二小姐，老爷走了，要不您就先起来吧，我保证不输。我不，我就要跪着，我要跪给谢秉言看，我要让他心里难受，我就要跪着。我还要跪给那个小贱人看，韩淑颖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给我听着，我谢若雪跟你没完，这一跪之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韩淑颖，你个小贱人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个乌龟王八蛋，贱人送把香，你个乌龟王八蛋，贱人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很痛啊？你姐啊，在虚张声势。我是叫给爹听的，让他心里有愧。你爹啊，去矿上了，还没回来呢。没回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嗓子都喊破了。真是个小机灵鬼啊！哎，你就不能让你爹省省心啊？是他不让我省心，谁让他没事弄那么个女的回来？你早晚要出阁的，啊！你跟他能待上几天啊？那你能保证他会对家栋好啊？我不放心。哼，不放心，可能吗？你俩都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是吧？就像亲人一样啊！我能让你们受委屈吗？是吧，家栋？啊？哎，我是怕您到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牛叔。你不觉得这个女的很古怪吗？每天沉着张脸，神神秘秘的，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哎，牛叔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别吓我，我听着呢。哎，我说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你这总是把别人当敌人，那人家怎么跟你交朋友啊？啊呸！谁要跟他做朋友啊？这一跪之仇，我是一定要报的。太太，大少爷有事来不了，说让您有事儿找牛管家。嗯，先帮我进去铺床吧。是。你来干嘛？你躲着我。现在这种境遇，难免得避讳一些吗？我的玉佩不见了。平安玉，你确定？昨天晚上，糟了糟了，坏了，怎么办？要不你再去找一趟，兴许还能找回来。黑灯瞎火，我怎么找啊？那这怎么也是个雷，迟早都会炸的。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打死别承认啊！如果玉真的在别人手上，不承认有什么用啊？你就说你丢了，不管是日本人问你，还是任何人问你，你就说你丢了啊！这样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现在每一天都很忐忑，我想去自首。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，要不我们都完蛋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你知道吗？
大少爷在吗？牛儿，在，进来吧。哟，太太也在啊。太太想来借几本书，这两本书是小品文，回去看看，打发时间挺好的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太太慢走。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鬼魂的，你就不必再装神弄鬼了。谢若雪，你若真的想把我从这个家赶走，我倒是铁了心的配合你。但是我的去留，你说了不算。谢若雪，你出来吧。谢若雪，出来吧。 让夫人好好休息吧。严重吗？啊，夫人是因为受到惊吓，神志昏迷了，我给她开几副药，压压惊。那她什么时候能好过来呢？这个不好说，但是夫人年轻，体质好，估计用了药再调养几日，会好转的。您不必担心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来啊，送客。
干嘛？你这样看着我怎么睡觉啊？哎，那个不是被吓坏了吗？你不去陪他来看我干嘛？你不会以为是我干的吧？喏，你看到了，我穿睡衣了，不是我干的，我要睡觉了的。你就是一头犟驴，你怎么一点不像你娘啊？女儿多像爹呀！都是我把你给宠坏了。爹，爹，哎爹，你信不信报应啊？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要睡觉了，爹，我要睡了，晚安。哎，你怎么神经兮兮的呀？哎，我睡着了。老爷，现在煤炭一天一个价，节节高啊。我们的煤啊，只卖给老客户，新客户给多少钱，我们都不卖。老爷，这是。现在的世道这么乱，谁知道这个买主是不是帮日本人干活的？是啊，天赐啊，疏影的病怎么老是不好啊？找杨大夫看过了，说没什么问题，可能是情绪不太稳定。嗯，哎，天赐啊，我发现你这两天老是心不在焉，跟掉了魂似的。没有啊。对了，爹，您看您。年纪也大了，这矿上的事儿您就可以交给我去办，您指挥我就行了。是啊，我这身老胳膊老腿啊，还能撑上十年。十年之后呢，家栋也就长大了，我会把谢家的整个财产交给家栋。家栋可是我们谢家唯一的正根男丁啊。对，天赐啊，以后你还要好好的辅佐他。啊，是。对了，爹，那我现在就去找韩小姐，不，我去找太太，带她去看病。谢先生，你好。东野先生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喝茶吃饭游山玩水都欢迎，你要谈入股免谈。谢先生，我们日本国本着一腔热情，我们在中国要建立一个有序的、有和平互利的东亚共赢体制，我们的合作也是共赢的一部分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要建立一个有序的和平，什么狗屁共赢？哎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到你们自己国家去啊？来中国干什么？咱俩不是一个种，也不是一个皇帝。谢先生，我想我是最后一次来找你，请收下这份合同。我给你三天的时间，我希望三天内给我个答复。我先走了。你这是威胁老子？去，拿去擦屁股。是，老爷。姐，你要走啊？嘘，小点声。你这么大声，我还走得了吗？哎，我要走了。你要不要跟我一块走啊？姐，你要去哪儿？爹知道吗？他知道了，我还走得了吗？就是不想参加他的婚礼，让我给那个小贱人捧场，做梦！
我要跟我的文轩哥哥去上海。你要私奔？什么叫私奔呀？反正我早晚就是要嫁给他的，早点晚点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不要跟我走啊？我不敢。我就知道你不敢。那你有钱吗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哎，那我上哪弄路费啊？爹的书房肯定有。你要偷？什么叫偷啊？他让我跪这么久，我也得让他付出点代价，是不是？谢天赐。啊，舒影，听说你身体都好了啊？哦，你借给我的那两本书我已经看完了，我想换两本。太太，去把我房里那两本书拿来还给大少爷。是。你疯了吗？这样会被人看到的。我是疯了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间地狱，我一天都忍不下去。我想明白了，我还年轻，我不能为了三传媒毁了一辈子。你想逃走啊？是，现在这个家里只有你能帮我。这事我可帮不了你。你这个懦夫，你太自私了。你把我推进这个火坑，你就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这样全是拜你所赐。我心里也是难受的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知道。你不配说爱我，谢天赐。婚礼之前你必须帮我逃走，否则婚礼的当天。我就会告诉所有人你我联手杀人的事情。舒影，你可别乱来啊！生不如死，还不如去死。你要不信，你就试试看。别人看见就洗不清了。你记住我的话，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好了。哎，爹，你快进来。哎，你这个丫头在搞什么鬼？啊！哎，爹，爹您坐。爹，请喝茶。爹，我这两天痛定思痛，觉得我自己实在是闹得有点太过分了哈。好多事情吧，一开始的时候明明是我有理的，可是闹着闹着到最后理就不见了，就全成我的不对了。牛叔说：“我这个就叫头脑简单，缺少智慧。”你到底想说什么呢？这扇门是通哪儿的？这是后门，通大街上的。这院不大，门却不少，这么多门不怕不安全吗？不会的，咱们院呢一共也就四扇门，大门、两扇侧门，还有呢就是这个后门啦。像大门侧门平时都有人把守的，后门一般没有人走，也就是厨子早上买菜图个方便什么的。安全就好。爹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咱们这个家业是你一铲一铲挖煤挖下来的，如果有人要打这个家业的主意，你要怎么办？我让他们下油锅。板上钉钉，说话算话。你绕了半天圈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以我亲娘的名义发誓，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都是我亲眼所见。爹，您的新夫人跟您大儿子有奸情，他俩联手唱的这个戏，就是为了夺我们谢家的家产。
动。家栋，小少爷，这么跑多危险啊！你摔着没有啊？不跑风车不转呢。你看，这样风车也能转啊！你看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看看，手没事吧？这个还好还好。你将来会打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戏里演的后娘都是要打孩子，拧耳朵、罚跪、饿饭。你觉得我会吗？不会，因为你帮我擦手都是轻轻的。小妈，你不要恨我姐姐，其实姐姐心肠不坏的。小妈，你不是也有一块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爹告诉我的。原先你这块先戴在爹身上，后来爹当进门礼送给你了。我这块写着富禄，你那块写着安康。不信拿出来看看。我的戴在里面，不方便拿出来。小少爷，小少爷你在哪儿啊？我该去吃药了，小妈再见。小少爷啊，生下来就体弱，一直得靠中药调理着，也是个可怜孩子。我决定取疏影之后，我就派人到学校去调查过，他跟天赐没有半点暧昧。爹，你搞了半天你不相信我呀？你不喜欢疏影，也不喜欢天赐，你的话我只能信三分，留七分。爹，你要是这么说，可比打我脸还难受。你就固执吧，总有你名誉扫地的那一天。反正我早晚都是要出阁的，你要是哪天要饭要到我们家门口啊，我可不管你。不对啊，我爹应该暴跳如雷才对，他是不相信我呢，他还是顾忌什么呀？管他呢，我非得抓他们个现行，要不然我倒成了造谣生事的人了。哎呀，小雪的话该信呢还是不该信呢？老爷，有件事我想必须得告诉您。那天夜里在镇上，太太想要逃走，大少爷去追，最后我们是在山里头找到他们俩的。大少爷说，太太遭到了狼群袭击，是他把她救回来的。接着说。当时的情形吧，也没什么可疑的，太太连站都站不稳了，大少爷受了伤，但是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捕风捉影的事儿，一旦说了，倒像是真的了。去，把天赐给我叫来。哎，爹，您找我。这日子真经不起回头看呐。你都25岁了。25年前，我把你从东北雪地里捡回来的时候，你刚满月，冻得浑身发红，只有半口气儿。爹是天赐的菩萨，您对我的恩情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你喜欢韩疏影？听谁说的？我没有啊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。你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我向您发誓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韩疏影，从来没有。如果我喜欢了，我谢天赐就遭天打雷劈。
如果有人敢跟我谢炳炎过不去，我会让他哪儿来的。三号坑是咱们谢家最大的煤坑，去年塌方之后，工人们就不敢下井了，一年多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家的损失就更大了。我想让你带着工人去进坑。我？您叫我进坑去挖煤？可我不会啊，爹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谢家的大少爷都不敢下井，那么工人谁敢下井啊？啊，你准备准备，等我结婚之后你就搬到矿上去住。是，都听爹的安排。大少爷。大少爷。大少爷。你先出去，我跟太太商量一下结婚的细节。是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不能任人摆布，像狗一样。我们一起逃走。一起？什么时候？婚礼当晚。为什么选这一天？只有那天谢家上上下下才最放松，而且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不能给谢炳炎白白做25年的儿子。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管，我不想那天走，这对我来说风险太大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那死老头碰你半根手指头。想让我下井送死，没那么容易。婚礼第二天，全淮北老百姓就知道他家大少爷跟新太太私奔了。你住口！我们之间不是这样的关系。有什么区别？到时候大家一定会这么想的。楚言。如果你想逃走，乖乖听我的。我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我就是过来看看新娘子的，没想到你打扮打扮，长得还是可以的嘛。哎呀，只可惜呀，你这个心肠比蛇蝎还要歹毒。二小姐，按老理儿说，你是夫家的人，是不可以进这个屋子的。出去，出去！一会儿老爷知道又不高兴了。阿婆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来找他打架的，我只是要告诉他。我谢若雪虽然没有能力把你赶出谢家，可并不代表我就认输了。咱俩走着瞧。啊，你听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各位，来干了！来吃菜，吃菜，大家吃菜。来，诸位老板，天赐敬大家一杯。快坐坐坐，大家尽兴。好，哥，我敬你一杯。怎么，不习惯我叫你哥啊？
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从七岁那年你知道我不是你亲哥以后，你就从来没有叫过我。你又何尝把我当成你的妹妹？在你心里的我不过是一个谢家二小姐。从小到大，不管你怎么欺负我，我始终都把你当妹妹。这些带油带水的话我们就不说了。听说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了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看来我的走可以让这么多人都开心。好，干杯。若雪。哎呀，文轩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等半天了，我从一大早等到现在呢。学校有事给耽误了。文轩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天赐，自从你去上海上学了，我们一直没见过，一晃这么多年了。那你跟小雪先聊着，我去招待其他人。哎，文轩哥，我快想死你了。哎，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。哎，这几天是不是又淘气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真的。走了走了。需要做什么？你只要收拾好行李，婚礼当晚在洞房里等着我就行了。谢天赐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除了我，这大院里你还能信谁？真的能相信他吗？他出卖过我一次，难道不会有第二次？我能把宝券压在他身上，现在钥匙在我手里，我应该现在就想办法逃出去。小翠，小翠，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外面唱什么的那么好听？啊，唱的《木柯寨》。今儿咱们府上邀请了京剧的名角小蝶仙，平日里要看她戏的话可贵了呢。小蝶仙，这个名字我还真听过。姑娘长得漂亮吗？听说长得可好看了，好多公子哥都围着她打转呢。那你们怎么不去瞧瞧呀？那哪行，会挨骂的。我这不缺吃不缺穿，又不用你们照顾，我还指着你们去看看那姑娘长什么模样，回来跟我学两出呢。赶紧去吧，只要不让好事的人看见就行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啊，谢谢。谢叔叔，新婚快乐，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。哎呀，好啊，谢谢。文轩呐，哎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这个丫头可就骑着马去抓你了。爹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还没喝够呢。文轩，来坐下，陪叔叔喝杯酒。好。叔叔，我敬你。小杯子喝酒那是娘们儿，来，上大碗。爹，文轩哥不会喝酒，我替他喝。不用了，不用，叔叔新婚，自己干。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啊？来，干了。哎。没酒量有酒胆啊，小雪啊，我想跟文轩单独说几句话。爹，那你可别说我坏话啊。嗯，我走了。好啊。哎呀，文轩啊，哎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叔叔喜欢你。我也知道小雪心里有你啊，你看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你们厉家下聘礼吧，赶快把这个丫头给我娶走啊。咱们说好了啊，娶走之后我们谢家可不管退换呢。谢叔叔，我一直把若雪
当成妹妹一样。况且我现在年纪还小，还想多做点事情。哎呀，这成家立业不矛盾啊，就看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了。老爷，有几位客人要先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去送送他们啊。你随意啊。好。来桌饭啊，把空盘子都收回来。哎哎，好嘞好嘞，麻利点啊。好啊。是你啊，你是谢家的新娘子。你现在是要逃走吗？飘零的花瓣，命运里凄婉，人乱世璀璨，有一段悲欢，几成步履蹒跚，不该颜色依然。在生死两端，爱恨纠缠，留不干离别泪，天色将晚，亏欠的心安，我愿用生命归还。拨开笑颜，黎明就在眼前，谁说荣辱兴衰无关红。日出是坏了曾经。